一句玄机在剧中你认为的金句。你想要的我都给你，你想要的我都给你。我的天哪，这句话也太暖了吧，真的好宠粉啊。我觉得世界上有任何一个男生听到一个女生对他说这样一句话，我觉得他都会觉得自己的一生都可以交给你，对吧？你们想要的我都给你，都给你。我说过，你想要的。